公民，准备完毕。
该出发了，不能总是犹犹豫豫的。加油！加油！秀的战术指挥官，你介意我向基金会这么汇报吗？
他去吃一块熔岩蛋糕，这是妈妈之前的习惯。目标已清楚，任务顺利完成。清醒的梦。
点可以平安归来。各位，再检查一下自己的防护装备和岩浆，保持安全距离，及时报告自己的身体状态。这是毒色吗？还是有些紧张。是极限，想听些什么以后看着我的眼睛。